品如，品如你来，不要打扰人家。看来品如是秋秋还是？看来是他们硬写的。林品如，我们等一下就把那个名字改掉，改成大发。我们改成我们三人名字写在一起。为什么会叫大发嘞？是小时候的小名吗？对，我也想知道。不是，就是因为我本来叫陈意涵嘛，然后就是。太书香气了，对，我觉得这名字太有气质了，跟我的个性很不合，对，所以我就说，那我要改名叫陈大发，大家就说，哎，大发大发，我就说，好好好，就发发发的意思吗？哦，所以就是你名字来源，你的名字才像卡通人物嘞，你不知道是第几个这样讲我的，就很多人都说这是你的小名吗？我说没有，这是我本名。他说那是你的艺名吗？我不是，我就是叫汪小敏。你父母也太随便了吧？哎，我取我儿子女儿名字很用心，很搞笑的，叫什么？很用心，是很搞笑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家就是属于一种你知道很欢乐的气氛，因为我们本来就叫他小初嘛，所以我们就想好吧，那我们就叫他许初然，因为我们很喜欢然这个字。生完没多久就去了朋友家，然后他也刚生小孩，所以他就找老师来，哦，我们要叫他许初然，他说不可以，初不适合他，我们后来改叫许当然。哦，许当然，哎，很可爱，当然啊，当然啊，当然，但他是单然。哪个丹啊？许丹然，丹那个丹心，丹田的丹啊，丹田的丹的，许丹，许丹然，丹然，许丹然，你永远就讲不好就好了。许丹然，过来，许丹然，许丹然。然后重点就是我女儿就是要出生嘛，我说完蛋了，那她就叫当然，那我女儿要叫什么？然后说哦，因为我儿子英文名字我们都叫 of course， 他们就说那女儿呢就叫啊 of course and agree， 所以就叫同意。所以她的同是丹的旁边是三撇。哦，同然同意，当然同意。所以我们家的春联是，当然都好，我也同意。哎，这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，我觉得好有意思啊。哇哦，当然同意。那你为什么叫品如，你知道吗？哎呦。